Hi, 大家好，我是婷宇。然后今天我的题目是为什么我会研毕？从政治学术理论与 G0V 参与经验来检视黑客社群开源协作式的公民参与。那这个，今天的 talk 其实是从就是我硕士论文就下面左下方那个论文题目长出来的一篇 talks， 然后会结合就是我跟 ET Blue 的观察，那我会从我政治所里面的一些理论啊还有观察去分享，然后 ET Blue 会从他的实作经验当中来跟大家分享。那就是回到主题嘛，为什么我会研毕？就我念了三年半的硕士。那因为我选到了一个很难写的题目，就是 G0V， 因为在就是政治学界里面，其实还没有这个相关的理论。然后在台湾里面，在我那时候写，只有就是新闻所的学姐那时候正在写一篇硕论，所以简而言之，这是一个很新的现象，对硕士而言挑战很高。那为什么会选这么难的呢？因为我硕一的时候想说，哇，没有人写过的东西，那应该就不用读前人文献，那不用读什么 paper， 我应该很快就可以毕业了吧。然后殊不知，就是反而我拖了更久，因为就是其实 G0V 它可以拆解成三个领域来看，就 G0V 里面很多专案，然后我是从政治学的角度，从公民参与那边来切入，再加上说就是 G0V 运用很多数位工具啊，以及它的开源文化，所以它在那个三个圈圈里面的中间交集点，然后我的硕论是比较说它跟传统公民审议的差别，还有 G0V 的那个现象怎么用一个理论去诠释。那我的硕论研究题目就是问说，以开源协作机制运作的公民黑客社群是怎么让民众深入公众领域串联公民参与政治的呢？那相关联的文献有上面那一些。好，那就是因为我的硕论有十几万字，就只跳出一些在今天分享。那这是我跟 ET Blue 在今年五月的时候 PO 在 G0V 的 FB 社团，让大家票选感兴趣的题目。那今天就是取前三高票的题目来跟大家讲。那在我的这一 part 呢，主要会带到这三个部分。那说到我跟 G0V 的就是第一次相遇，要说到硕一为了采访的缘由，所以我第一次到了 G0V 的 Summit， 然后采访 IPA 跟 AU。 那第一次的时候，我跟伙伴看了网站啊 Hackpay 很久很久，但始终都看不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社群，那是开源是什么概念，我们也看不懂，有一种就是麻瓜误入魔法世界的感觉。毕竟在黑客松的时候，那个时候工程师还是很多人，他们讲什么其实对外行人而言就是一头雾水。那第一个就是心里冒出来的问题，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自主参与，决定要做什么事，然后没有任何的就是硬性规定啊，或者是 leader 是谁啊，感觉好像有点没有秩序耶，怎么不会倒？那事实证明，它就是不但没有倒，而且还到2018年越来越蓬勃，就办了这场 summit。那就我的观察呢，就开源协作机制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它降低了参与门槛，让更多人可以参与，就不像传统的时空底下，传统大家要在一样的时间地点啊才可以集合见面，现在大家用协作工具就可以在网络上面一起协作。那以前可能有具备一些专业知识，或者是在一些机关权要的地方才接触得到的资料，也因为开放的结果呢，让更多公民接触得到。再来是就是除了刚刚讲的数位协作工具啊，资讯成果开放透明之外，它还有一些引导的机制，让这些零碎的个人的贡献可以整合成一个完整的专案成果。例如说，像大家今天可能有些人正在做一些共笔的协作啊 ，HackMD 上面就有 Summit 团队先开好这三天每一轨啊，各自就是哪一个议程放在哪边。那大家如果要打一两句的共笔，也可以放到正确的位置。那每个人一两句的贡献集合起来，就成为三天完整的会议的共笔记录。那这就在 G0V 里面呢，确保协作机制是运作顺畅。那这边的图呢，是上一届 Summit， IPA 跟 ET Blue 他们共同提出的一个，跨界协作的图。然后大家可以参考说，在 G0V 里面，每一个人参与的深度是不同的。一个专案里面，参与最深的是坑主协调人，由内往外的那个为参与者，就是传统的参与比较接触不到的群众规模的领域，因为投入的成本比较小。那第二个问题也是我在做硕论访问的时候，还有或者是平常跟没有听过 G0V 的人介绍的时候，大家都会问我说，在 G0V 又没有钱可以拿，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下班后还愿意来这边就是贡献时间做这些专案呢？听起来是蛮傻的，可是就是就我自己的观点来讲，
我会持续来这么多年，除了为了写硕论之外呢，也有就觉得这边真的很有趣，因为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新的 idea， 而且重点是来这边的感觉都很有一股正能量，觉得自己可以改变这个社会，让社会更好。那就是很多人第一次来，可能是因为朋友介绍啊，或者是在网络上看到，觉得很好奇。那这边的图是我曾经由 KKTX 上面报名的入口，统计13到25届黑客松的参与者的比例。那可以看到，其实每一次黑客松都还是有20到30%比例的新的人会来。那人来来去去是什么样的动机吸引大家留下来呢？我觉得一个是就是 Ginny B 正面肯定大家的贡献，例如说我的账号是 Claire，那我做了一些贡献，就会有人在频道里面说，哎，Claire 加加，就是让我觉得很被肯定。那第二个是这边其实很多游戏化的机制，例如说大家可能在3楼有看到那个技能贴纸，你可以选择自己跟就是有的技能，然后那个贴纸贴在名牌上面，还蛮有趣的，或者是一些装扮的命名都很酷手。那再来是有一些人，他们就是兴趣自我实践的地方，就是做这些跟社会有关的专案。然后最后是，就 GDP 涨得越来越大之后呢，这边就很像一个人力媒合平台，所以有些人其实是来找创业灵感，或者是公部门来咨询的，也都有。再来是进入硕论，又回到硕论里面，就是因为要发 paper 嘛，所以我不能只停留在刚刚讲的观察，一定要有理论。对啊，然后我的理论架构很多是来自 Clay Shirky 的这个无组织的关于他社群的集体行为。那借用了他分享、合作、集体行动这3个阶层的架构，再把它融合一些公民参与的要素，然后分别架构出了现在这张图。政治角力是我毕业之后跟 ET 普鲁讨论出来的新的东西，等下会由他再讲更多。那第一个就是初层的分享，它的成本最小，所以参与的人也会最多。它主要就是 GNB 的东西，可以把过往的一些资料，开放出，就是让大家更容易接触到或更愿意阅读的一些资料。我把它分为3个种类，就是第一个是，传统的就是数位，传统的纸本资料可能传阅没有那么迅速，它转换成数位资料之后就更便利的传播。例如说，就是开放这支先进专案，它把原本只限于在监察院里面可以翻阅的纸本政治现金转化成数位资料。那第二个种类是，在一些专业的资料啊，或者是比较难阅读的，例如说政府的预算，它转化成视觉化的成果，大家就更比较有意愿去看，也比较有感觉说，那个预算的比例多少。那第三种是，例如说选举要到啦，那投票指南就帮大家把这个候选人他的政见啊，他的提案比例全部都整理在一个平台上面。那合作是第二个阶层，它的成本就比分享还要高，那自然参与的群众也会比较少一些。那在 GNB 里面，可能是大家就是来黑客松啊，讨论出一个专案的雏形，然后我就在 HackMD 上面开这个专案，然后记录下来今天讨论的成果。那就是，由于大家都有记录，所以就是不管你是做到一半没有继续做啊，或者是后人想要来帮忙补充，大家都可以找到这些记录。那也有 NGO 政府部门的人会来这一边咨询啊。那举例来讲，政治现金专案就还蛮经典，它就是先由 NGO 去监察院里面申请，然后把资料给印出来，上传到网络上面，再由公民去把它转换成数位的资料。V 台湾就是当时候担任政委的蔡玉玲来 GNB 提案。那在第三个阶段集体行动呢，它就是把刚刚专案阶段的和专案成果，把它转换成一个可以改变现状的行动。那由于就是其实 GNB 里面可以走到这个阶段的专案还蛮少的，然后在这里面呢，其实 NGO 的专案又更少，所以今天举例的就是都跟政府的互动有关。我把它分成3个结果。那第一个就是 GNB 的专案并没有成功的改变现状。那例如说刚开始就是 GNB 创立的时候，实价登录地图就被官方版的网站阻止资料下载之后观战。那也有可能它是促进不同意见的双方可以了解彼此的立场，那也有可能是他这个引进体制，就例如说最经典的专案盟点呢，它就是教育部同意释出资料，那盟点的成果也 CC 授权，让教育部未来可以引用。那最后，在最后一个 part 就是说，刚刚讲的好像都很正面，那可是一篇就是研究不可能就只讲正面的地方，有一些反思嘛，那反思就在这边。
由于居民 V 的妆，它从何？它起源就是大家兴起而至，运用自己的热情来投入。它跟就是公民参与开始，可能要召集跟这个议题的相关利害关系人啊，经过一个严谨的资讯，资讯讨论，资讯揭露，还有大家严谨的讨论，这个过程不一样，然后目的的结果也不一样。居民 V 是大家愿意走到哪边就做到哪，但在公民参与。你最后一里路其实是要形成一个共识或者是可行的政策，因此居民 V 的这个社群协作行为和居民 V 内部其实在公民参与面是有一些限制，例如说刚刚大家都听到说居民 V 口号是没有人，可是其实在很多弃坑的专案里面到最后真的会变成没有人，就人去楼空。那第二点呢，就是说社群的资料量其实很大，对于像就是我4年前刚看网站啊 Hackpad 的时候，其实是很难知道说刚来的人要去哪边贡献。那再来是这些弃坑的专案其实散布各处，那也不一定后面就有人接手得到。那第三点是说，就算就是 GNV 的很多专案成果是有开放资讯的，可是一般的民众不一定能够知道如何使用。就像 HackMD 并不是就是大家看了都马上直觉化的知道如何协作共比。那第四点是说，因为大家是用自己的热情自主投入啊，例如说像之前太阳花的时候，大家可能就很有动能去参与，还有刚刚讲的开放政治现金，但并不是每一个议题大家都有那么久的动力可以燃烧走下去。那是不是就是有一些重要议题就一直因此被忽略呢？或者是说，就用流动共识来讲，越多人参与的就代表它越重要吗？那这是一个还蛮可以深究的议题。那第五个是说，就是这边是一个问题解决的导向，就是技术导向很重的社群，所以它不一定在专案发起的时候都有严谨的去探讨这个问题，那做出来专案成果就可能没有切合社会的实况，导致不够有就是影响力。那第六点最后一点呢，就是在讲说这刚开始就是一个工程师为主的社群，然后以软体的成果比较多。那比如说像我这个文科生在这边可能提出一个专案，但是缺乏工程师可以帮我实现的话，我的能动性就比较低。当然也可以说我就做不是软体成果的专案，但是在 GNV 里面目前还是相对蛮少的。那我的 part 就以这张来就是做收尾。那这是我在访问就是 GNV 黑客松里面第一次来的人，他讲话我印象很深刻。他就说，我觉得 GNV 的人他们没有特别想他成果怎么被社会运用啊，或者是说社会知道的这些工具都比较困难。那为了进入某种主流生活圈才有办法对政府的决策造成影响力，可是目前 GNV 的成果并不会在这些地方看到。那究竟 GNV 的这一套协作方式啊，是不是真的可适用在各个社会领域，或者是他会对公民参与啊政策有什么更深层的影响吗？或者他的障碍就等ET Blue 等下来讲。那就是我的论文，就是有兴趣的人之后拿到同影片都可以去下载或者是看下一版即将出版期刊。那接下来欢迎 ET Blue。大家好，我叫 ET Blue， 我就是庭宇论文的那个受试的其中一只白老鼠这样。那我过去在2012到2016年间参与了蛮多不同类型跟不同合作对象的 GNV 专案。那一些跨界的心得有分别跟公民参与领域还有就是开源写作领域这两位骨灰有整理成这两套模型。那今天就是跟庭宇一起来进一步探讨这些跨界的问题这样。那票选前三名的问题里面呢，我觉得我可以回答的是这个，就是开源写作真的有改造到社会吗？如果有的话是改造哪里呢？那因为开源写作的专案有很多嘛，那主题可能涵盖各种不同领域。那这边我就单纯以个人比较熟悉的公民参与领域的角度来回答。那我们知道开源写作这样子的做事的方式，它是起源于软体业。那这种做事方式它特别适合软体开发流程里面，尤其是后半的实作的阶段。那软体开发有几个特性，包括档案一出生就已经是数位化，然后凡是可以一键复原大部分时候啦，然后复制跟犯错几乎都零成本。那这样子的环境呢，是开源协作模式一个很重要的基础的条件。那如果说
出了软体开发后半段的实作阶段，或者是说出了纯软体领域以外的地方的话，那这样的做事方式呢，当然会有一些不适用的地方。那以庭宇论文研究的这种体制外，然后使用资讯工具跟开源协作模式进行的这种草根的公民参与来说呢，因为我个人接触比较多的是社运跟倡议团体，那所以我会比较在意的是参与完以后我运动的诉求是不是有达到，那能不能造成一些体制内的改变。那如果是抱着这样子的目标的话，那公民参与的最后一里就会需要去接到体制里面。那如果说我们接进去体制内的诉求是一些比较低争议性，然后跟既有的权力结构没有什么冲突的话，那这个最后一里呢，使用开源协作这种每一个人都很自由很开心，然后参与起来没什么压力，也不涉及政治角力，这样子的方式就是相对的适合。那反过来说呢，如果这些草根公民的诉求跟现有的权力结构有高度的冲突，那在最后一里要接进去体制内的时候，就势必会需要经过一个政治角力的过程。那这种需要政治角力的议题呢，可能就比较不是开源协作方法适用的地方。那对政治角力这一块有兴趣了解的话，我会推荐大家去看去年公民参与的社群，他们有办一系列叫做民主深化在台湾的讲座，尤其是里面的第四场是那个社会运动的转型，还有第六场体制内参与程序的挑战。好，那回到我们的问题，就是到底开源协作有没有改造到社会呢？那从我个人观察的这个小范围内这小块的公民参与的角度来看呢，因为主要的核心的知识跟技术它并不是落在资讯软体领域，那所以如果有影响的话呢，我觉得会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环节。那因为公民参与的最后一里很多时候会落在体制内嘛，那所以说开源协作的方法可能就比较没有办法陪我们走完最后一里。但如果说是在别的领域，比方说开放政府资料好了，那因为它的最后一里是落在体制外，而且它核心的知识跟技术有不少是在资讯领域，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开源协作的方法可以发挥的地方我想应该会多很多。那上面讲的就是一些比较从社运跟倡议取向的公民参与的角度。那如果说是在其他的领域也有人想要探讨开源协作模式的适用性的范围的话，那我觉得一方面可以先看开源协作这样子的一个管理工具它当初被发明出来的时候的情境是什么，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可以看你手上的专案的性质跟当初发明这个工具的情境有多少相似的地方。那以上就是一些个人的心得，谢谢大家。一层助理可以协助 Mate 做简报的转换吗？然后我现在看 Slido 上面哦，问题有四个是问 Kobe 的，可以直接回。那有一个是问简报会不会释出，基本上庭云跟 Blue 这边是 OK 的，那等一下看 Kobe 也 OK 吗？简报的释出OK， 好，那我们等一下会一起一并贴在 HMD 的共笔区，也会贴在 Slido。那有问庭宇的部分，还有 Blue 的部分，等一下他们会处理哦。那他们的简报大概也有三个重点，第一个是开源协作基本上是会扩大参与，不过我也好奇各位会不会觉得每一种技术有它的特色可以参与，可是它也反过来会有它的限制，某些人会被排除哦。然后第二个，他们有从现在社群的计划可能是进入无疾而终，或促进对话，或引入体制，然后再拉出几个问题点。那甚至到了Blue这边，他有提到说，倘若是要面对社会倡议改变政策跟制度，
改变体制内的运作的话，会不会对开源社群目前来讲，它是相对挑战性比较高或困难，就是他提的。那我最后爆一个料，其实 ET 不录还有一个隐藏版的想要讲的话，但他还想要在社群里面做人，所以呢，他选择没有说。但他刚才说，如果有人问问题的时候问到的话，他会慎重的考虑要不要把他隐藏版的讲稿提出来哦。那